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课注啊，请看课注第596页，596页啊，倒数第六行啊，倒数第六行，我们从这看起啊。这是说成佛以来于今世界啊，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啊示现成佛，一直到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为我们介绍，这个时间呢是世界啊。那么前面念老特别提醒我们应该注意，就是应该要注意的，这个地方所说的世界正是为酬愿度生示现之思想，此乃一机一期应机的权属，就像本师释迦牟尼佛一样，本师释迦牟尼佛成佛已经久远界了，很早了啊，3000年前在印度降生住世80年，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这是世尊一期应机的权属。那么由此可知，阿弥陀佛也是久远界就成佛了，这一次在西方示现极乐世界，是他成佛之后度化众生的一个时段而已。啊，应该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究其实，啊，要追究他真实，弥陀是久已成佛啊，弥陀就是密宗的大日如来啊，这个见于前面所说的大乘弥严经。那么现在后面又举出3个证明啊，跟银三证。第一个，法华经化成玉品云，乃往过去
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这个时间长了，我们无法计算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尔时有佛，名大通至圣如来。又其佛未出家时，有十六子。有十六个儿子。尔时十六王子皆以童子出家，而为沙弥。我今与汝，彼佛弟子，第十六沙弥，今戒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与十方国土现在说法。那么西方二佛，一名阿弥陀，是大同至圣如来第九子。第十六呢，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么换一句话说，在那个时候，大同至圣如来没出家之前，释迦牟尼跟阿弥陀佛是兄弟。以后啊，都出家了。这与娑婆世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尊在娑婆世界成佛。弥陀呢，在极乐世界实现成佛。实在讲，时间太长啊。那么上面说明弥陀十六王子中的第九，释迦呢是第十六王子。释迦成佛以来，以无量劫，如《法华受量品》里面说，尔时佛告大菩萨众：诸善男子，今当分明宣于汝等，是诸世界若诸微尘及不浊者，尽以微尘，一尘一劫，我成佛以来，佛过，过是超过，超过这个比喻此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劫，超过太久太久了。又如来见诸众生要欲效法得波苟众者，为是人说我少出家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全巧说法。这个人业障很重，染污很深说大法他不能接受，他不能相信，所以只就眼前释迦牟尼佛出生在这个世界我从小十九岁舍弃王位出家了所以说少这么个说法了他容易接受，他也容易理解。这个都是讲的这一次就是这一个办这个活动当中自始至终，这是一期。又如来见诸众生这是刚才我们读过了这个底下，然我是成佛以来久远若死但以方便教化众生，令入佛道，作入世说怎么说都可以，目的是要帮助当机者就是佛现前所说的对象，他要能接受，他要能生信心，他要能听得懂然后他能够依教奉行，这就得佛法，
真实利益啊，虽作如是说，释迦于印度成佛，成佛以来，如今三千余年，啊，依照中国古大德的记载，释迦牟尼佛出生是中国周昭王24年。啊，入灭是周上哪一个皇帝？周穆王52年，52岁。那照这个说法的时候呢，中国记载就很清楚啊，那今年照中国算法是应该3042年啊，过去虚云老和尚他们都用这个年几年，不用外国的2550年，不用这个啊，用中国的3042年。啊，故弥陀于极乐成佛了，于今世界亦佛如是。啊，实实在在呢，都是久远界成佛了。啊，经上有记载，释迦牟尼佛这一次到印度来实现，是第8000次了。啊，你就晓得他成佛有多久。啊，这梵王经上是啊，第8000次。法华经上说的，下面灵芝大师的《弥陀经》一书啊，这里面他说，楞严师智长云，举楞严经大师智圆通章，说我亦往昔恒河沙劫。这唱啊，恒河沙有多少啊？啊，有佛出世，名无量光，12如来相继一劫。这一个大劫当中，有12尊佛出世。那我们现前释迦牟尼佛这一个劫，啊，这也是一个大劫。这个大劫就叫贤劫。啊，为什么圣贤特别多？有1000尊佛出世。啊，这一个劫1000尊佛，释迦牟尼佛是第4尊，下面第5个是弥勒来成佛。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体会也。成佛之后，在十方世界教化有缘众生，时界长短没有一定的。啊，那么准大本就是无量寿经，这个12如来相继一劫的就是阿弥陀佛啊，这个意思是根据无量寿经楞严经中的无量光如来就是阿弥陀佛啊，经经指阿弥陀佛，指阿弥陀经大本啊，那么都说十劫啊，乃是一期复期之说，不足为宜。我们有理由啊相信他。上面是灵芝师引楞严经恒沙劫前
有佛名无量光，真名弥陀，久已成佛。时节是全数啊，时节是这一次啊，这一次办活动到现在的这时节啊。那么下面第三个前注，前注里面说，一真宗，真宗是密宗啊，密宗的教义在西方之阿弥陀与胎藏界主证菩提之德，与青冈界呢主大智慧门，妙观察智之所成也。然则有大日如来成道的年节，不可说，不可思议。弥陀之成道也不可说，也不可思议。为什么？密宗说的大日如来就是阿弥陀佛啊，这是说佛成佛以来于今世纪啊，我们要知道事实真相，也知道他善巧方便的说法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先说法，今现在说法，今现在说法，言今现在，则非过去与未来，直指当下，故云今现在。表阿弥陀佛是现在佛，当下此时正为众生说法。这一句话我们要重视，要非常的重视。为什么？今天佛教衰了，怎么衰的？没人说法了，大乘经哪一部经我记不得了，我曾经看到过说佛的法运，正法、相法、末法啊，说法跟我们一般讲法不一样啊。什么叫正法？有讲经，有听经，有修行，有正果，这是正法。他这个说法啊，相法呢？有讲经，有听经，有修行，没有正果啊，这相法啊。末法呢？末法是有讲经，有听经，没有修行，没有正果的，这叫相，这叫末法啊。灭法呢？没有讲经的，也没有听经的啊。修行正果当然更不必说了，那叫灭法啊。你看讲这四种正法、相法、末法、灭法，说得好啊！啊，那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在今天，净土宗是正法。啊，为什么呢？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念佛的，有真正念佛往生的，这就正法。其他的都有问题了。其他的宗派很多，现在讲经。设计是这个听见没有了，没有就灭了
啊，如何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把佛法兴旺起来，那个功德无量无边的，真的是续佛慧命的，普度众生啊。怎样恢复讲经，学着佛经先在说法，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住世的时候，没有一天不说法的，没听说哪一天中断过的，没有啊。所以经先在说法这一句重要啊。啊，有说有听，有真修行，有真往生的，这是正法了，符合释迦牟尼佛所设的标准了。啊，讲经难不难？不难，只要你肯发心，有三宝加持，有龙天拥护。啊，讲经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在古时候，没有大彻大悟，不能讲经，不能著书。啊，给经做注解不可以。啊，一定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才行。啊，悟有三种：小悟、大悟、彻悟。啊，彻悟，讲经不会有错误，注解也不会有错误，靠得住啊！我在年轻初学佛的时候，我们不敢发这个心出来讲经。讲经谈何容易啊！李老师告诉我们，那是他开了个经学班，同学二十几个人，劝我们发心要讲经。那讲错了怎么办？古人说，错下一个字专语，堕五百世也无声。这因果谁背呢？啊，吓得不敢了，不敢发这个心啊。老师说，不发心不行，发心也不行。啊，不发心，佛法灭了。灭在什么时候？灭在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承担法灭的责任。啊，那怎么办呢？鼓励我们学讲经。讲错了怎么办？老师告诉我们，我们讲注解不是讲经。哦，这就对了。啊，讲什么人注解？讲古人的注解。为什么？古人都是开悟的。讲古人的注解。啊，如果选中一部啊，先念，这都李老师传给我们方法。啊，在末法时期，我们学经教，先把这一部经念上三千遍。啊，我们如果学无量寿经，学会记本，把会记本念三千遍。啊，这三千遍是什么？不求解义，只是去读。啊，不要求解，字没有念错，没有念漏掉，只要求这个水平。这三千遍念下去之后啊，
念佛三昧现前，是用念经方法去修三昧的，就是修定。啊，念经这个方法就是戒，叫你三千遍，这是属于戒律，属于戒，你就持这个戒，好好念三千遍，三千遍念下去之后，心就定了，清净心现前，清净心生智慧。啊，所以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用这个办法了啊，三千遍清净心没现前，四千遍，四千遍没现前，五千遍一定要念到清净心现前，就是心里没妄念了啊，就开悟。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彻悟啊。小悟就很可观了，啊，叫这个现代的众生呢，那是绰绰有余啊，啊，就有这个智慧呀、啊，有小悟啊，那古人这些注解你一定看得懂，啊，你有小悟，啊，你没有这个基础看不懂啊，不但是这一部经看得懂。一切经的你全看得懂，悟了有这个好处啊！啊，小悟提升就是大悟，啊，大悟提升就是彻悟，啊，小悟是一部经通，大悟是一切经全通。啊，那么也有人说的是通一个宗，这不通净土宗，与净土宗有关系的都能看得懂，都没有障碍。啊，这也讲得很好，这也算是大悟。啊，今天在这个现前这个时代，善知识都走了，我们靠谁？靠祖师大德的教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千万记住，一门不能多，多就坏了。啊，多。是杂，是乱，是不通。一门会通，一门真的通了，一切经全通，一通一切通。啊，六祖慧能大师通了，他完全是靠三昧。啊，什么叫三昧？我们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道不一样，方法不一样，但是所修的所求的结果是一样的，通通都是得定啊，也就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修禅定啊，知识分子是多数，知识分子就是用读经的方法修禅定。啊，他不是在读经，他也不是在背诵，不需要背诵，遍说多了自然能背。啊，所以背诵是副作用，目的呢？目的是得三昧。啊，把妄想念掉，把杂念念掉。把分别执着念掉，心就清净了。清净心现前就生智慧。啊，是什么境界？阿罗汉的境界。
见思烦恼断了。这个三昧能帮助你断见思烦恼啊，像阿罗汉那样的智慧神通就会显现。再要向上提升，不分别，不分别是断尘沙惑，不执着是断见思惑。啊，断见思惑的是阿罗汉，断尘沙惑的是辟支佛。别教三贤菩萨都是在这个次第上断尘沙烦恼啊，尘沙烦恼断尽了，这就大菩萨了，断无明烦恼。我们讲全教实教啊，那就不是全教了，实教。别教是实地，原教是初住以上啊，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这一分法身，那是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佛是分证佛啊，不是假的啊，是分证佛。他还没证得圆满，那什么原因？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啊，无始无明是不起心不动念啊，眼见色看得清楚，耳闻声听得清楚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没有起心动念。那凡夫一接触的时候他就起心动念接着就分别执着，这就是六道凡夫啊，化身菩萨了得了啊，他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见思烦恼习气，有方法断尘沙烦恼习气，也有方法断无始无明习气的这个烦恼习气，没有办法断。你要有办法就起心动念了，那怎么个断法啊？经上有比喻，好比酒瓶，陈酒的酒瓶，酒倒干净啊，擦擦干净，确实没有了，闻闻还有味道，这味道怎么办？把瓶盖打开放在那里，放个半年，放个一年啊，再去闻就没有了，就断掉了。那经上告诉我们，化身菩萨无始无明习气要多久才能够断得掉？从他破无明那一天开始，三个阿僧祇劫啊，这些菩萨住在哪里？住在十报庄严土，在那个地方能见到诸佛如来的化身啊，报身，见到报身啊，报身是专门协助这一个等级的菩萨修行啊，
断经的，你看等觉，等觉还最后一品，最后一品生相无明的习气没断，那一品断了，他就入常寂光了。常寂光是妙觉，啊，就是真正无上菩提，啊，再没有比他过世，上面再没有。我们用功，功夫用啊，用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去练什么？练不分别、不执着，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不起分别执着，这就是全教菩萨了。这大乘开始修的，啊，不起心、不动念，我们做不到。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到？大乘教里常讲的八地以上，为什么？起心动念太微细了。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了，一弹指32亿8000念，这个念就是起心动念。一弹指32亿8000，32亿乘100000，10000010万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个微细念头，起心动念，我们怎么会知道？七地菩萨都不知道，到八地才看到，才明了。啊，所以往上去，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完全明了啊！他们统统断掉了。啊，那换句话说，七地以前还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你说这心都清净。啊，修行标准就在净体上。啊，声闻缘觉修清净心，全教菩萨。啊，别教的三贤修平等心。大彻大大悟，那不是彻悟。后头那个觉是彻悟，清净平等觉，觉是彻悟，觉是法身菩萨，也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标准在经体上啊，我修行功夫得力不得力，把这个标准摆出来，对照一下。我心清净程度多少？今年是不是比去年清净？这个月是不是比上个月清净？要常常检点呢，检查自己的功夫啊，得不得力了？啊，得力欢喜啊，不得力的时候那他想方法啊，方法什么？方法就是戒律。这个戒律不是一般的戒律啊，一般的戒律那是戒引众生的。我早年学佛跟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形式重不重要？形式也重要，形式是表演给外面人看，好像是舞台演剧，不是为自己，是为听众，这个用意很深的，为一些众生做影响众啊，做一个好榜样啊，是这个意思。
啊，实质上是个人自己真功夫啊，这个重要啊，确确实实心地清净，没有杂念，没有妄想的，这是真功夫啊！我们用念佛这个方法修成的，就叫念佛三昧啊。如果你是念华严经修成的，就叫华严三昧，名称不一样，方法不相同，得的结果是相同的啊。三昧是没有两样的，完全相同。这个重要啊！我们对于经教，现在八个宗都没有了啊，在净土勉强我们还在保留一点，其他都没有了，没人学华严了，也没人学法华了。40年前。香港还有一些通教的这一些老和尚，谭旭老法师办了个学佛院，华南学佛院，讲天台宗啊，还有一个90多岁的海人老和尚传楞严经，这个老人一生专攻楞严，当时大家尊称他为首楞严王啊。他只有6个徒弟学生，只有6个做他的徒弟，要会背楞严经，还要背注解啊，连经带注通会背，他才收你做学生。所以那个时候只有6个，现在都不在了啊。禅宗有圣依法师啊，道场每天坐香啊，我到道场去拜访过啊，有40多位学人啊，他们真干呢、啊。这40年的现在没有了。谭旭老法师学佛院的学生，差不多我有10几个认识的，很熟。都能讲啊，有学法相的为师的啊，天台是他们主修的课程啊，学般若的学三论的，现在一个都没有啊。年轻法师我没有听到一个真正发心专攻一部经论啊，没有人怎么办？我们就用祖师大德的教诲，一门深入，尝试选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居士里面我知道有一个人，胡小莲居士，大概他用了6年时间专攻大乘起信论，
大乘起信论大概在现在这个时代，无论出家在家，可以说没有人能跟他相比。贯通了，讲得真好啊！啊，没有人教啊。看古大德的注解，古大德注解看不懂深的，看现代的。啊，民国初年的，有几位法师住得很好，啊，是很浅显的文言文。啊，读啊，先就是读啊，熟透了意思就见了，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变数越多其如就越深，啊，解得越透彻。一千遍读下来的时候知道了不少，再读一千遍又发现了里面一些精微的义理。只要功夫深了，三宝加持，真加得上。啊，没有真功夫，得不到佛力加持；有真功夫，决定得三宝加持。讲经的法师都有这个经验，讲的时候要准备，要备课。花很多时间，上台之后开讲，好像准备的一句也没用上。啊，不知道怎么出来的，讲得很流利，自己也很欢喜。他说，佛力加持的。这情景很多，每一个讲经的法师都有啊，不是假的。一定要发心，啊，古时候师父传徒弟是传一个两个，啊，又没有听说开佛学院的，啊，学生怎么学呢？学生就听老师讲经，老师讲无量寿经，啊，在讲堂。大概第一排坐在第一排的都是学讲经的学生，出家在家都可以，只要你学讲这部经，你坐前面啊，细心去听，听了怎么样呢？复讲啊，复讲有规矩，不能添枝添叶，不可以添自己东西，完全是老师东西讲出来，漏掉没关系啊，不可以自己添枝添叶。这个佛讲的方式啊，阿难传下来的。诸位想想，最初集结经藏，阿难代佛把经重复讲一遍，500阿罗汉作证。啊，听众是500大阿罗汉，他们听了都点头，这就记录下来成为经典。有一个说不行，阿难，我好像没听这个说过，就把它删掉。所以500个阿罗汉没有一个反对的，才能记录下来，取信于后世啊。啊，集结经藏非常严肃啊，不是少数服从多数，不是的啊，一个人不通过都要删除啊，是佛经可信的
啊，可以相信，啊，不应该怀疑。我们看到这句经文，要鼓励自己，我要学，要报佛恩，啊，真正发心学教，学报，要报佛恩，佛就加持，会很明显加持。啊，这是今现在啊，表阿弥陀佛是现在佛啊，当下此时正为众生说法，故应发愿往生。我讲净土也有好几年了，我有很深的体会啊，这古人没说过的。我体会到什么呢？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啊，花没有开的时候，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量功德的加持，帮助我们，帮了大忙啊！啊，什么大忙？帮助我们转世成智，转凡成圣。啊，我们娑婆世界这个肉体、物质的身体丢掉了。啊，往生的时候你断气了，呼吸停止了，啊，这个时候说你坐上莲台，阿弥陀佛是拿着莲花来接引你，这个莲花是你自己念佛功夫成就的啊，上面有你的名字，你坐到莲花当中，这个莲花就合起来，佛就把这个莲花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啊，等待什么？等待你完全产生变化。啊，在莲花里面，叫莲胎呀，胞胎一样啊，在那里孕育啊，啊，成就你的身体。这不是肉身，是法性身啊！所以莲花开了，你去见到阿弥陀佛，这个时候现的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佛的身体紫目真金色身，具足八万四千相好，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随性好，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明，光明当中都看到十方诸佛菩萨在那里讲经教学度众生，无比的殊胜庄严啊，你离开莲花走进讲堂，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啊，讲堂有你的座位，莲花上有你的名字，讲堂座位上也有你的名字，对号入座啊。我体会到一点什么呢？进讲堂的时候是凡夫啊，我们去往生都是凡圣同居土啊，没什么功夫啊。啊，什么时候离开讲堂呢？
成佛就离开，没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证得究竟无上菩提，不离开座位。妙不可言。那时间长短，极乐世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一定是证得无上菩提的时候，你才会离开座位，离开讲堂，哎，下课了，就一堂课。于是我们能体会到弥勒菩萨将来下生的时候，他只有龙华三会，阿弥陀佛不要三会，一会。妙不可言。啊，为什么？极乐世界是法性身，不是肉身，它不需要睡眠的。极乐世界没有日月星辰，它是一切这个我们讲物质了啊，比如说是所有物质啊，通通放光，人生放光啊，树放光，花草树木都放光，没有一样不放光，宫殿也放光，光明世界，它的光明不需要日月星辰，它不需要饮食，它也没有大小便利，所以在那里一坐就可以从凡夫坐成无上真正真修。你说这个地方能不去吗？这个地方要不去就太可惜了，那真冤枉啊。啊，何况佛给我们讲得清楚，讲得明，我们自己也亲眼看到，也亲眼见到。啊，在今天这个时代，社会动乱，染污严重，啊，地球灾难频繁，跟极乐世界做个对比，你是愿意住这里还是愿意到那里？我告诉大家，我巴不得现在就去。啊，佛不来戒引，我没办法。我在这天天等他。啊，总有一天会把他等来。没有值得留恋的。一心一意向往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住在这个地方住一天，就做一天好样子。做两天，住两天，就做两天好样子，像海贤老和尚一样。啊，跟佛陀约定了，佛陀是我们的本师啊。啊，住在这个世界一天，表法一天，做好样子啊！做什么好样子？念佛修净土的好样子啊！要求自己佛号不中断，一句接着一句，口不念心念，万缘放下。那么看到佛教衰了，我们至少学一部经论，我们担任传法的工作。大藏经里的经论我学一样，
我专讲这一样，我专传这一样，我教这一样，像胡小莲一样，我是劝他一生专讲大乘起信论，专修大乘起信论，他念佛。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在这个世界我有一样，我对得起佛菩萨。你八万四千法门，我总算传了一门。传无量寿经行，传阿弥陀经也行。净土在今天，五经一论，行愿品也行。早年弘一大师就是专攻行愿品，他的早晚课是行愿品，他行愿品能背，量分量少的大势至菩萨愿通章也是一个法门。乾隆时候慈云灌顶法师做了一个注解，做得好，叫疏钞，大势至圆通章疏钞。我过去讲圆通章就采用灌顶大师的疏钞，讲得详细，学一样啊，报方恩的，要学着经现在说法，要学这一句。所以这是念老劝我们应发愿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那真正是阿弥陀佛嫡传的弟子啊！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一个大讲堂，我想学无量寿经，我听佛讲经就是句句是无量寿经。你喜欢法华经，你在这个隔壁座位的时候，你听的就是法华经，一点也没错。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每一个不同的人，所以佛是在那一因宣说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人个个听得了不同的法，妙极了！法门平等，人人都成无上道，没有比这更妙的了。而且净土非常容易往生，你看四十八愿，特别第十八愿，无逆十恶，真正忏悔，后不再造，都能感得阿弥陀佛来接引你，这还了得？就怕你不肯回头。肯回头的没有一个不接引你的。这个法门太伟大了，确实找不到第二个，没有能跟他相比。我们要是搞清楚，认识清楚，搞明白了，会死心塌地，决定不会改变方向。这一门成就就是无量法门的圆满成就。
啊，依法修行，速补佛位，补佛位就是在极乐世界证得补处菩萨的地位。啊，哪个世界？缘成熟了，你有条件到那个地方去示现，八相成道。啊，以佛的身份教化众生，你就可以到那个世界去补佛位呀。像弥勒菩萨，现在在斗率天，将来下生补释迦牟尼佛的位，衔接第五尊佛。我们接着看下面，又彭吉清居士曰：“这是一位大德，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出生在前清乾隆时代，啊，人非常聪明，啊，童子，古时候的童子是不满二十岁，满二十岁就成年了，就成人了，不满二十岁叫童子。他是童子身份考取进士这个学位，啊，那是那个时代是最高的学位进士，啊，那就说明十八或者十九岁考中进士，啊，一生没做官，跟佛跟道都有缘。啊，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就是高干子弟。啊，他不愁生活，所以他不愿意做官，啊，跟出家人、跟老道士们在一起，啊，对于儒释道。都精通，啊，《无量寿经》他有注解，啊，他的注解叫《无量寿经起行论》，啊，《无量寿经起行论》就是他做的。他说：“不为儿时，名为现在。啊，不只说说那个时候，前面说的嘛，哎，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今现在说法，名为现在，乃至于今，我们今天在此地。”读这部经，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啊，都叫现在，永远是现在。为什么？佛无量寿啊，一切处一切时都能感应到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啊，故知此非三世迁流之现在。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不是的，它不属于三世，它永远是现在。这个意思要懂，啊，它没有过去，它没有未来，永远是现在。是而言后。无量
而言，厚厚无量，直是常住，故永称现在，所以叫常住啊，现在常住啊，永远是现在啊，没有未来啊，我的想法也有根据啊，找得到证据啊，所以我想的时候进讲堂，现在进讲堂，到毕业才离开讲堂啊，不毕业决定不离开讲堂，而且好干净，不是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离开了，不是，还要把无始无明那个习气断掉，那个习气一般要三个阿僧祇劫，大概在阿弥陀佛讲堂不要那么久。为什么？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通通在现在，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所以是真的是常住啊。且无论今后若干久远时节啊，这叫我们往后千年万世，乃至无量劫之后，凡是有人读到经现在说法，则正值此时此刻啊，换一句话说，他只有现在，他没有过去，他没有未来。千万年前见阿弥陀佛是现在，我们现在见他还是现在，千万年之后的人见到阿弥陀佛还是现在，永远是现在。那么换句话，永远年轻，不会衰老啊，永远强壮，这得搞清楚搞明白。啊，所以念佛人，真正念佛人充满了法喜啊，法喜充满了 他得大自在啊，所以此时此刻弥陀正在说法，因彼佛说法无间语，这一句话重要，阿弥陀佛说法没有间断极乐世界，没有今天明天后天，没有，他那地方没有日历，没有什么年月日时，没有啊，就是现在，永远是现在。阿弥陀佛说法没有停止，没有休息，啊，他也没说放个假，没有，可是他得大自在，啊，为什么？我们能想到，在讲堂，大家看到阿弥陀佛说法，每个人听到都是对自己个别单传，你想学什么就传你什么啊，都是一个个的单传，都是弥陀第一弟子，没有第二啊，弥陀即亲自传授给你的要知道，要知恩报恩，
报恩就赶快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同时分无量无边身，可能我们都能看见，分无量无边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接引来往生的人啊，虚空法界无量无边啊，每一尊佛国度念佛求往生的那是不计其数啊，这里头每一个人都需要佛去接引啊，佛有这一愿吗？他要不来接引，念佛的人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一定他也去接引，所以他的分身无量无边，分身也没听过。什么时候分身呢？现在，都是现在。啊，那么还有一桩事情，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不是也在坐在那讲堂听经吗？哎，我们也同时啊会分无量无边身，跟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去接引往生的人，我们去干什么？我们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的。啊，拜佛种福啊，修福啊，听佛讲经说法修慧啊，福慧双修。听阿弥陀佛一个人讲经说法那是我主修的，可不同时听设方一切诸佛说法，那是我另外别修的，助修的，正助双修。到极乐世界成佛是太简单了，太快速了。啊，速度之快，成就之高，我们无法想象。不能不知道。啊，那么至于底下这段说的，说法者是何身？啊，是法身，是报身，还是应化身？居弥陀苏超义，弥陀苏超莲池大师说的。莲池大师的意思是，说法者应是应身，一见报身。为什么？在极乐世界是报身，在十方世界佛化身去接引众生，那是应化身。啊，所以报身跟应身都有啊。如观经云：“六十万亿诺由他恒河恒沙游巡之身，这是报身说法。”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现在是什么身？就是这样的身。怎么知道？我们是没功夫往生极乐世界生凡圣同居土，还下下品
是这样的身吗？是，为什么？四十八愿里头有一愿呢，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是阿惟越智菩萨。啊，没有说凡圣同居土下平下生例外，没有说，没有说那就完全平等。啊，极乐世界确实有四土三辈九品，但是他的待遇是平等的，智慧、神通、道理完全平等，啊，身相平等。啊，不平等就生烦恼啊！身相好的傲慢、功高啊；身相不好的就自卑感了，这都生烦恼。所以，平等到极乐世界同样的身，完全平等啊，四土三辈九品通通平等，不生烦恼。这个说法说得好啊，说这是报身说法。那苏超又说，有位说法是应身报身，有位三身其属，过随即见。三身其属则说法者，虽是应身报身，实在兼有法身，法身永远离不开啊。三身说法讲得通啊，啊，我们的学习这么多年来了，都是借助于电视电脑啊，我常用这个做比喻。法身是什么？是电视电脑的屏幕。你看你开机，屏幕打开了，一片空白，一片光，光亮，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法身。按上频道呢，那就是应身啊，应化身就现前。应化身没有离频道啊，那离开频道它就没有了，就不能现了啊。所以还是三身，三身不过我们只感觉到应身报身，法身没有感觉到，它有，他不能没有，他要没有了，报身应身现不出来，就三身其属啊，这是讲得通的啊。再说法者，虽是应身报身，实兼法身啊。我们从这个电视屏幕来看，三身就很容易体会到。那么是精心的说法，我这个几十年来对于这一句话张家大师教给我啊，我出家，张家大师劝我，我在台湾就一个人，没有牵挂，自己可以做主，
啊，他替我选择行业，劝我出家，还叫我学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呢，今现在说法。最近这十几年，我接触世界许多宗教，发现什么？他们的教主就是最早的创立宗教的这个人，都是今现在说法，没有例外的。啊，摩西说法应该有二三十年，耶稣说法三年，被人害死了。啊，穆罕默德说法23年，有记载。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宗教是教育。宗教不是神话，不是迷信，是教育。你看，每一个创始人都是最伟大的，我用今天的话来说，社会教育家。那不说法就灭了，佛法无人说，佛法灭了，其他宗教要不说法也灭了。这个说法不是只限于佛法了，所有宗教都是好。啊，有讲经，有听经，有修行，有正果，正法。每一个宗教都有正法。啊，有讲经，有听经，没有修行的，啊，没有正果的相法，没有修行的魔法，啊，讲经听经的没有了，这就灭法了。宗教这两个字，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然后我们对中国老祖宗用这两个字来称，这也是一个行业呀，太了不起了，真是智慧，真是利益啊。宗有三个意思，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意思重要的，第三个意思尊崇的。啊，教也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教育，第二个教学，第三个教化。你看，宗教两个连起来，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啊，那上面再加一句，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是真的，不是假的。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啊，西方过去人信仰宗教，西方这个社会安定和谐，啊，东方的中国对于儒释道这三教这称为宗教主要的教育。啊，帝王把儒教儒家交给宰相，
永如之国。啊，佛教跟道教都是皇上自己亲自抓，他自己来管。用佛教教化天下人民，教老百姓呢，把人都教好了。啊，人人都能够奉行无戒十善，啊，六度普贤十愿，个个都是好人呐，天下太平。用道教，道教里面的仪规，祭祀祖宗，祭祀天地鬼神。啊，这三教通通派上用场。我看到这一段文字是在《蒙古大藏经》序文里面看到的。啊，它序文是用汉字写的。元、明、清三代的帝王都这样做法。啊，西方宗教教育，宗教教育里面有伦理的教育，有道德的教育，有因果的教育，有圣贤的教育。我们现在社会就缺乏这个，能把这个心旺起来了，社会就安定了，灾难就化解了，世界就和平了。人人都能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多好啊！啊，我们这些年的努力没有白干，啊，汤池小镇那个实验现在在国内开花了，展开了，也影响到国外。我们团结宗教这几年做的虽然不够好，对西方社会产生影响，这都是好事情啊！啊，宗教要团结，统统发现出来讲解。啊，讲什么经？我们要讲一样的经。怎么一样的经？每个宗教经典里面相同的部分，你看，没有一个宗教不讲孝顺父母的。啊，这孝亲是同样的经。啊，每一个些宗教里面没有说是爱的。上帝爱世人，啊，神爱世人，真主的确是仁慈的，所以仁慈博爱是所有宗教的核心。啊，讲这些都是讲所有宗教的心。啊，所以我鼓励每一个宗教都从自己经典里面把最重要的经文记录360句或者360小段，啊，都是绕着仁慈博爱这一个中心的价值观经文找出来，我们把它印成一本。啊，我这一本，这是我念的。世界宗教是一家，这里面是十个宗教，啊，十个宗教，我揭露他们的经文，啊，中英文翻译，我揭露，啊，我就用这样的这本东西
给所有宗教往来，大家都欢喜。现在我希望呢，每个人都编，这是我自己编的，啊，希望每个人都，每个宗教都编，将来通通编好了，我们大家肯定他，啊，开个世界宗教会议，啊，大家同意，将来我们就印成一本，精装一本，啊，这一本所有宗教重要的教训都在这里头，我们就讲这一部，就学这一部。啊，今年我访问英国，没想到英国现在搞宗教也团结，我看到了很欢喜。啊，他们特别把这些宗教领袖聚集了些跟我见面。啊，我劝他们每个人编一个三六零。啊，用一年的时间。到今年年底大家都拉出来。啊，我们可以开一个搞一个论坛。几天的时间来读来审查。啊，大家觉得很满意，我们就来流通。通通出来讲。啊，就今现在说法了。这五个字就用上了。啊，特别提醒我们，提醒所有的宗教啊，啊，要今现在说法，啊，宣扬自己的教义，也宣扬所有宗教的教义，啊，让大家多听听，多看看。你看，不是我们一个宗教说的，每个宗教都是这么说，这是真理呀。啊，这不是某个人的见解。某个人的想法不是。啊，那么这是说我们应当要做的事情。啊，今天科学技术发达，媒体发达，全世界哪个地方发生一点事情，全球都知道。交通便捷，啊，绕地球一周轻而易举，所以地球变成一个村了，地球村了。地球村上的居民应该要团结成一家人，要互相亲爱，要互相关怀，要互相照顾。啊，起心动念都要为我们地球村着想，不要想我这个地区，想我这一家，我想我这一村，我要好，大家都好。把天堂搬到地球上来，把极乐世界也搬到地球上来，靠我们大家努力。心量要拓开，啊，最后这一小段，现读诵，由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中，恭敬为绕。啊，实现教化众生的，由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中，恭敬为绕，因彼土深中无量，复有设方前往离境听法之深中，一切无数。悉皆围绕彼佛坐下，就到极乐世界去看阿弥陀佛的坐下，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中，啊，
我们现在讲堂，讲堂的内外都坐满了众生了。这些众生里头有等觉菩萨，有地狱众生，法门广大，无与伦比，太伟大了。啊，极乐世界，人是发心身，环境是发心土。说发心的意思，就是没有大小，就是相对的没有了。啊，妄心里头，阿赖耶作主，妄心里头有相对，这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过去有未来，都有相对的。法性里头没有相对的。啊，佛现身在面前，就在当下，没有从哪里来，也没有到哪里去。啊，通通都是现前，都是当下。我们无法想象。啊，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他看起来很平常，啊，一点都不奇怪。我们感到很惊讶，啊，是我们的程度不够，啊，我们要向上提升，自行化他，化他帮助我们自行，啊，所以问学。啊，别人问我们，我们能对答。啊，有的问的是我不能对答，不能对答，知道我还不足啊，我还要努力啊，啊，才能够广度、普度一切众生。啊，众生里面种类太多，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这些都了不起，为什么都能到极乐世界参加阿弥陀佛的法会啊？纵然是地狱来的，他也幸愿持名，他才能往生啊。他要没有幸愿持名，他怎么能往生啊？就是说这些人通通都具足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我们要赶上。那么这一品经我们就讲到此地，下面呢是底下这一段戒愿作事啊，戒愿作佛第十品。前面有一段介绍啊，这一品的大意，本品唯见于汉吴两种古语，品中有两个重要的意思啊，这一品经不长，五种原译本里头只有汉译的有这段文，吴译的有这段文，其他的三种啊没有，没有这段文啊。所以这是这个本子的好处，就是五种原译本里所有的这个本子通通具足啊，我们读这一本
五种原译本全都读到了，有这个好处。那么这两个重要的意思，第一个，阿舍王子等闻经欢喜，发愿成佛，如阿弥陀佛，世尊即为证明。这是是为启发我等啊，他们阿舍王子听经欢喜，就发愿求佛求往生啊。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经，也应当啊，像阿舍王子一样发起大愿。这个大愿就是求生极乐世界，就是去拜老师，到极乐世界拜阿弥陀佛做老师。啊，介绍人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本师为我们介绍的，劝我们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做阿弥陀佛的学生。很快速，你就圆满证得无上菩提。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怀，也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怀。佛菩萨都希望我们早一天成佛。啊，第二，二者，佛说是诸王子，这一些跟阿弥陀佛有缘的人，已与无量劫中行菩萨道，过去生中啊，即佛弟子，故今佛相知。这一句话很重要，大乘经里头佛说过不止一次，告诉我们念佛往生净土的人不是凡人啊，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往生净土，总而言之，你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啊，这一次今天我们遇到这个法门，你为什么能升起信心？为什么能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是得无量诸佛威神的加持。这现在发得起来，如果没有过去修行的这些功德，这个真因，今天遇到你发不起这个心。那我们遇到了，心发不起来，怎么办？知道我们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如来，那个量还不够。现在补啊，怎么补发呢？念佛就是补啊，我一得闲就念阿弥陀佛，就能把它补足。
这个要有信心呐。啊，所以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是佛弟子啊，所以才有这样的善根，有这么这样的福德啊，像阿舍王子一样。所以这一次我们又碰到一起来了，这是表示一切诸法不离因缘，过去生中我们结的缘，我们无量劫前就跟阿弥陀佛就有缘，所以这一生往生不是难事啊！啊，这一生今天得遇此经，闻是净宗妙法，一别多生以来，蒙受良土导师教化戒度。这个殊胜的法语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肯定，自己要敢承担啊！如果客气不敢承担，那就当面错过了，太可惜了啊！遇到这个法门跟本师释迦牟尼佛缘很深啊，跟阿弥陀佛的缘也非常深啊。我虽然是很辛苦肯定这个法门啊，我是从教里面去入门啊，真正得力是从楞严法华圆觉华严，这都是大经啊。我讲华严经讲到善财五十三财四十华严第三十九卷，看到文殊普贤也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成佛的，我这个才死心塌地归净土啊。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修学其他法门我没有把握，那个要自己断烦恼向上提升，这个是全凭佛力，我深信不疑啊。所以我把华严经放下了，专讲无量寿经啊，专念阿弥陀佛，这一生决定求生净土，没有第二个念头啊。万缘放下了啊，极乐是我的老家，弥陀是我的本师，缘成熟了，我应该要回去了啊！所以这个缘故，今天才能有这样殊胜的因缘啊！如果缘不足，信心不坚固啊，还想学这个学那个，也是缘不足。缘真正足了啊，会像我一样彻底放下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到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咱们在道家慈航普度众生啊，那个时候后面阿弥陀佛做后台
有靠山。啊，前面自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而且念无明习气也断了，真正圆满成就。啊，最后，今天出家同修来了不少人。啊，我还是奉劝大家，我们一定，啊，这个额外的学一部经或者一部论，这是为什么？这个是为续佛慧命，无论大乘小乘都好，我们要把它传下去。啊，至少传一部，自己决定要生净土，不生净土就太可惜了。好，我们今天学习到此。